各位居士大德，各位菩萨，弥勒尊佛，咱顶一回甲咱介绍有关世尊时代的即个弥勒佛。世尊时代，咱弥勒来实现做世尊的弟子，因为即个囡仔出世的时阵，笑猫。甲其他囡仔无相像，非常圆满，身躯个紫金色个，所以引起当时迄个国家个国王，哇，恐惊即个囡仔大汉会来抢到伊个王位，所以设计要甲害死。弥勒伊个老爸，伊就赶紧将弥勒来交代予伊个亲阿舅，就是婆婆哩。那婆婆哩是伫别个国家咧做国师，在弥勒送过交代因阿舅，因阿舅因为将伊所学的所捌的即个学问拢来甲教即个弥勒，因为弥勒生得太巧咧，太聪明咧，做无外久，所应该该教的拢甲教尽啊，所以因阿舅就派一个人要来通知伊老爸，讲弥勒智慧真好，伊无物件通甲教。想要到即、互伊派来即个人伫半路，因为想要去找佛祖，煞去互遮冥府加持，死了去生伫四天龙天。因阿舅一届咧办斋会诶时阵，因为应该发诶即个钱，已经用完啊，到尾一个啊做老道叉，伊赶来斋会诶时阵，饭食无，钱领无着，啊变面。伊就是讲，钱若无互伊，伊要互伊头壳啊，喙做七块。所以迄个时阵，宝宝哩就着惊，烦恼，引起伊四天龙天即、这个地主来甲伊讲，讲叫伊赶紧来找佛祖。所以有伊个地主解脱头了，为伊较知影讲世间已经有圣人出现。所以宝宝哩伊也想讲要来见佛祖，也要了解是毋是世间真正佛祖。伊才派伊16个弟子，当然其中包括一个弥勒在内。即16个弟子，伊见到世尊的时阵，爱用四个问题咧甲问世尊，正是讲真正伊就是佛祖了后呢，伊即16个，的弟子，宝宝哩的弟子，拢真佛出家，其中15个拢证阿罗汉果，只有弥勒无证罗汉。因为弥勒无爱做罗汉，伊想要做菩萨。那么弥勒因这16个已经出家了后，因就要将这个消息转来打这个做伊个阿舅讲。开始因找着佛祖，就其中派一个人，这个人是啥物人呢？一个人叫做辩基奇，这是伊宝宝哩个大姊个一个后生。伊派伊做代表，转来甲即个宝宝哩讲，当即、这个宾，当即个做宾基奇转来了后呢，将即个因伫遐所遭遭遇的详细情形来向宝宝哩讲，宝宝哩非常的欢喜，非常欢喜呢。时阵当时伊就合掌。中规来向王舍城迄个方向，伫个所在咧朝拜。那么伫迄个所在朝拜，伊有开喙讲话，伊讲我今生啊，会在生在佛世诶时阵啊，佛出世诶时阵，我有迄个福报来生在佛世。心内是足想讲，会当来见着佛陀，希望佛陀会来到伊面前来甲伊教育，因为伊年岁济啊，伊无可能去找佛陀所以想要见佛陀煞无法度通个资源啊，希望佛陀大慈大悲，会当知影伊个心愿，会当来到伊个面前来甲伊讲开示安尼。伊个所在跪落个时阵，下降个时阵，伊就是讲遮个话。那么想要到讲佛陀伫真远个王舍城呢，伊也知影迄个婆婆哩个心意。安尼佛陀用伊神通力马上来出现伫伊个头前，来为宝宝哩来说法。结果即、这个
好不哩，伫迄个所在听佛陀开示的时阵呢，种了三个阿那含果。啊，所以讲会当生在佛前，实在是是大福报。安尼，你看佛陀安尼一个较开始呢，伊就种了三个安尼。那么这个种了三个，啊，这是而且讲婆婆哩，伊原来伊本身的大智慧啦，啊，而且你看伊修啊大爱福，你看伊把所有财产拢下了吼，啊下了啊来办斋吼，啊来供养做这大福报吼，这以前我那参伊的种个应该。而且讲作为伊德性的这个主娘，那么不即马来特别互阮了解，搁一件代志，咱需要了解，因为咱拢知影，不得伊一个妈妈吼，已经在伊出世的时阵，伊就去往生到得离天宫，吼，这是啊做摩耶夫人，但是不得是伊的母仪该饲大汉的，伊这个母仪到尾后来出家，叫做波夏波提比丘尼。那么佛陀伊个母仪在阿弥出家的时阵啊，哦，因为佛陀来出家啊，啊，伊想念这个啊，这个囡仔，想念家呢，哦，啊，所以伊就佛陀出家了后呢，伊就亲身啊，为这个佛陀来织一领衫啊，这领衫是用金丝啊线，哦，来织的，衫，哦，那像咱咧讲吼，伊了切用金丝啊线了切。啊，咱即卖伊做车这领衫，就像咱即卖咧讲个，讲个就披风吼。伊车这领衫，伊就想讲将来伊若有时机会见到佛陀的时阵，要用这领真亲手所做这个金缕衣来给佛陀穿。啊，到尾伊见到佛陀的时阵，伊就足欢喜啊，伊就将这领金缕衣来献给世尊。啊，佛陀甲伊的这个阿姨讲啊，讲你将这领衫来。用用其他的精进啦，那么迄个时阵波夏波提比丘尼啦吼，伊就是甲伊讲，其实迄阵也是还袂出家，吼，伊就波夏波提就甲伊讲啊，讲自你出家了后呢，我非常想你，啊，我亲手织一领衫，予你，啊，你希望你接受，我倒来讲讲，我知影阿姨你的意思啦，你爱你是用亲情的心。你是用阿姨想念做囝的这个心情来织这件衫来给我。你如果若安尼给我，你说我接受你的衫，你所得的福无介济。那如果若是将这件衫来布施供养给其他的出家众呢？啊，我知影讲安尼这个福你会当得较济安尼。啊，到尾安尼伊的这菩萨菩提呢，吼，伊心甲打开了后啊。啊！伊就将这领衫啊来送予其他的众生，但是在这个迄个时阵呢，并无有一个人敢来接受这领衫啦。啊，因为这领是要献予佛的，啊是真正贵重的物件，其他出家众无人敢来接受呢。到尾啊呢，迄领衫哩安尼拄拄来到弥勒佛前的时阵呢，弥勒佛就甲接受起来了。哦，弥勒佛就甲接受起来，因为这个菩萨的福较大。哦，菩萨供养，较会达滴众生供养啊。啊，所以迄个时阵，世尊甲其他的比丘啊，吼，比丘众，后来呢，世尊带其他的众生来到三宝罗来国，我伫化度众生的时阵呢，弥勒嘛伫迄个所在参加在来啊。啊，弥勒就是穿迄领吼金缕衣吼，啊，穿起因为本身身躯就是金色的，啊，佮穿迄领金缕衣呢。哇，看得有够庄严！结果伫路人伫行的时阵呢，大家拢总杀钱要看伊啦。哦，哎，弥勒多穿迄领金缕衣，伊波罗那国咧乞食的时阵，徛伫迄个地下路、徛伫遐个所在，啊，大家拢足欣羡啊，感叹，拢总咧看伊。啊，无人咧供养，人够看伊穿迄领，迄个人哪庄严，迄出家人哪会遮庄严？啊，穿迄领衫哪会遮水？啊，结果无半个人提饭来供养伊啦，吼！哦，迄个时阵拄出现一个啥货呢？一个专门咧当仓储啊，吼！诶，这个师傅，这个仓储师呢，拄对伊身躯边行过，啊，看无半个人甲供养饭，哦，啊，干那大家拢按底甲伊欣赏伊安尼尔，啊，就问讲，讲大爹，你饭啊，你有食饭无？安尼？阿弥勒来讲讲，我阿未食着饭个安尼，伫遐徛几步，无人摕饭互伊食。啊，陈祖师迄个时阵呢，则带弥勒去伊个厝里用餐吼，伫遐食饭，请佛
请阿弥勒吃饭，啊，饭后呢，这个弥勒菩萨就为这个陈叔叔开始讲法。迄个时阵，因为伊听甲真专心啦，吼，啊，早前人都有揢一项一卡，一个迄个主要要互因称，啊，因为原来是介绍讲真悬，讲十两金。啊，迄人工课要互伊做，啊，结果呢，伊怎啊都无精神啊，无心情。即陈叔诶师傅就干那一直听佛，弥勒佛为开始啦。啊，从迄个工课拢啊人，拢啊共提掉啦，啊，拢无做，啊，就算即即别个收入，因太太安尼正甲念咧吼，啊，伊到尾嘛足后悔，讲啊一条钱，即大条钱，啊，都赚无着安尼。啊，即弥勒佛就知影，迄阵弥勒菩萨就知影，即个陈叔叔诶心内咧。你唔甘迄条钱赚无着安尼，伊到尾带啥物咧？带陈叔叔等于一个精神，啊精神去等于精神的时阵呢，啊弥勒佛的弥勒菩萨的问其他的这个比丘啦吼，就种比丘拢伫遐，啊弥勒菩萨就故意问，因为遐弥勒菩萨就是要安定这个陈叔叔的心嘛哈，因为伊听为着听开始咧，损失一笔的收入，啊心底也不安，特别安定伊的心。所以弥勒就对其他的比丘问啊，讲假使有一个人啊，吼，请一个持戒清净的比丘来到厝内底吃饭，啊来供养伊，伊所得的福啊，伊所得的福，伊得到利益，含有一个人伊得到十两的钱啊来比较，是对一个较殊胜安尼。啊，那么迄个时阵，就一个啊教定如，教定如就是我比丘。其中一个也是讲佛陀所度的6万所度的比丘内底，第一个得到迄个教定如，教定如就讲讲，如果有人得到100台车的这个定宝呢，伊所得的福呢，也不如来请一个世界清净的比丘到厝内底吃饭啊，较济吼，伊福也无较济就对。那么迄个时阵，舍利尊者舍利弗伊嘛讲话啦。伊讲，如果呐有人得到吼，即、這个装满阎浮提的珍宝，阎浮提是咱即个世界，就是讲伊咱即个世界拢内底所有珠珍，然后金银财宝这宝贝啊，啊，即、這个人得到遮侪财宝，啊，就不如请一个持戒清净的比丘来到伊厝内底吃饭哦，啊，那么佮列目犍连听到伊嘛。就讲唔甘心啊，又开始讲话啊。伊讲，假使有人得到二天下，因为咱阎浮提算一个天下尔，啊，四天下，其中一个天下，啊，两个天下就是指东胜神州也好，阎西湖河州、南瞻部州、四这北古罗州，吼、这四个天下，其中有两个天下。假使有人得到两个天下内底的所有珍宝呢？伊个利益就较不如请一个持戒清净的比丘来到厝内底食饭安尼啊！吼，啊，这话其实是要讲予啥物人听？因为遮圣者拢有心通啊，啊，拢要来安慰这陈叔叔啊，或者讲要甲陈叔叔祝福，因为伊确实是供养着一个弥勒佛啊，啊，一个持戒清净的大圣人啊，伊弥勒的福呢，实在是不只是迄十两。十万两金会坐尔，伊未来好是不得了的坐。那么其他比丘呢？吼，拢哦，大家拢三经讲啊，拢啊做上好的比丘啊，来比较讲中央持戒清净比丘的这个利益啊，吼。啊，结果呢，吼，即人讲了后呢，最后有一个叫做天恩第一的阿那律。这个阿那律王人开始讲话，伊讲安怎呢？伊讲，假使有人得到四天下的珍宝，吼、哦，就他都甲人讲，迄四个这个四大洲、四大部洲的这个珍宝呢，那么伊所得的利益，又不如请一个持戒清净比丘来到引导吃饭安尼。伊即马阿那律就是要做证明，阿那律从伊过去呢，伊在91劫前。伊曾经用一碗那个真粗的这个白饭来供养一个辟支佛，因为迄阵啊饥荒啊，啊辟支佛分不通食，啊伊有一领真粗、一碗真粗的饭，啊伊唔敢食，就来甲供养辟支佛，啊想袂到安尼一领一个
这个小当中尔，啊来换来九十一件的这个哦，真好的这个宝如意宝，拢会使讲食千变欢乐，啊拢大好大富大贵安尼。哦，所以这个去安那路的讲这话了后呢，哦啊，迄个时阵呢，啊都啊是欠毛利粉，啊啊就出现了。那么会使讲安那路就讲，我来供养安尼，啊到尾我来无得粉，啊来种阿罗汉果，啊所以这个福真大。哦，那么因讲这话，拢其实到尾啊就是释迦牟尼佛转来，吼、哦、就来来的，啊拢有听着因安尼讲，哦啊。以上甲恁介绍的，就是有关弥勒菩萨在迄个2500万年前，啊，世尊在世的时阵，伊来人间出世，伊的家世，吼，啊，对出生，啊，到甲伊出家，啊，到甲伊出家了后，显菩萨的诶种种诶情形，吼，就是大概简单甲恁介绍。那么这个经题里面就说佛说观弥勒菩萨，后来下面就是要介绍说上升到十天，上升到十天，这个到十天在哪里呢？上升到十天，到十天在哪里呢？到十天是我们的欲界的第四天，我们知道我们现出世，我们是住在人间，我们是住在天，那我们人是住在人间，那么天上有天人住在天，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有三个天，欲界天、色界天和无色界天。我们常常说我们修行，就是如果我修行说可以出离三界，三界里三个这个世界、欲界、啊、色界和无色界。欲界是指什么呢？欲界里面有六个天，六个天，六个天，四天龙天，第一个天，第二天是得力天，第三天是夜魔天，第四天叫做道士天。当然，其里还佫有这六变化天佮昙花自在天。啊，道士天是伫这欲界的四天，因为这个这六个天呢，称作欲界，就是讲还佫有男女的这个形容。啊，不过咱伫遮咱爱注意的是一点，道士的天外缘原有男女的形容。啊，但是呢，迄、那个所在另外佫有一个净土。外院跟内院中间呢，咱上圣经后壁讲，会讲到，只有一个界界，就是有一个墙啊，62由旬。外院唔知内院的情形，外院含内院的情形也唔知，因互相无联络，无通往。那么咱要去的所在呢？吼，咱要求生的所在是道士内院，是弥勒菩萨住遐，遐叫做净土，唔是外院福报天。那么弥勒菩萨伊上圣到十多天。这道士天不是指外院福报天，是指内院的这个叫净土哈。那么外院是福报的天，内院是净土。任何一个佛来到人间哈，要在人间成佛的时阵，一定会住在这个道士净土，住在迄个所在住四千冬。啊，四千当时间到的时阵呢，伊会来下生人间。哦，所以要去哩顶关呢，哦，要去天顶关叫做上生啊。啊，未来啊，时间到，伊要成佛叫做下生啊。哦，所以将来弥勒菩萨来下生成佛。哦，所以咱要皈依，就是要皈依东来下生弥勒尊佛。那么，咱未来下生人间成佛呢，咱即卖甲称作弥勒菩萨。你要甲清楚佛，你来念讲东来下生，就是将来会下生人间成佛的菩弥勒尊佛。哦，所以伊伫道士的天，伊爱伫迄个所在住四千冬，天修四千冬。啊，那么咱真正甲咱讲啊，讲八上圣道，吼，也是伫迄个做伫孝济观内底有讲八上圣道。第一就是讲降生降神母胎。降神母胎就是对道士内院下生人间，啊来找有缘地母，啊来入胎啊，这降神母胎。所以，诸佛的想法就是固定性，就是安尼。啊，未来佛未来人间成佛之前，爱上上升道士道天，然后伫啊大四千冬教育天人，教育求生净土的这个修行人，啊然后时间到，吼四千冬时间到。伊会甲遮弟子啊，吼，也讲恁先去找有缘父母，
恁先去找一位爸母投胎，啊，然后伊才会落来。所以到到未来弥勒佛来人间成佛的时阵呢，有缘的人，大家拢会过来找这尊弥勒佛。哦，那不过咱下回提早来话是同齐，含咪同齐时间到啦安尼。所以到到弥勒佛来度众生的时阵，又度了一挂年岁比较侪啊，啊年岁较侪啊，啊话度过一挂较青年的也有。那么弥勒佛到时世间当教的下生弥勒，下生人间。啊，所以咱有遮个人了解弥勒佛的现实，应该是住伫倒是瑞伊啦。那么未来人间变成净土的时阵，伊就会来下生人间，因为这是弥勒佛伊的本愿啦。啊，释迦牟尼佛的愿心无相像，释迦牟尼佛伊就是世间是畏土，伊要来世间度遮可怜的众生。啊，弥勒佛伊的愿唔是啊，伊讲。世间大家众生心较清去想的，爱安那啥物条件，较要来咧薄淫怒痴，就是讲心内会贪嗔痴进步啊。经过有一番的修行，心有较清去啊。那么，咱内心清去，外口的世间就自然清去啊。因为一切拢是由心变现出来啊。咱内心，你看，咱现出是咱众生的心恶了木济。啊，这个世间变成垃圾干的安尼，哦，咱人都得太无的心太乌的，哦，所以怎样啊？这個、社会才这乱。啊，如果众生大家心若要变成有道德，啊，大家有天良啊，啊，贪嗔痴无啊，啊，你看社会一定变成安详。那么世间就无安尼，无遐个不平的代志，啊嘛无迄个不平的这个结果。你看咱这众生啊，这個、心大家拢真啊，这。真太过啊，啊个真自私，哦，大家无咧烧这物啊，大家拢烧亲，安尼我害你，你害我安尼。但是弥勒菩萨伊条件就讲，众生内心啊，薄淫恶痴，内心贪嗔痴，真弥补的时阵，伊就要来世间度众生。迄个时阵，世间就变成一个净土。那么，所以未来弥勒佛在世间成净土的时阵。伊会下生人间来开莲花三会，开莲花三会就是讲来在莲花树下来讲真理，来讲三种的真理，一种就是要甲众生讲三十七道品法，哈啊，甲十二因缘法，啊甲四圣地法，要讲这三种的道理。不过这三种的道理是在莲花初会第一届的这个大法会三种这个法义拢讲。第二届的这个莲花会呢，伊咧讲啊，这十二缘起法啊，甲四圣地。最后一届的这个大法会呢，伊干那讲啥话呢？讲四圣地安尼。哦，所以咱每一个人拢啊，如果你若有想要见面的份呢，爱发愿啊，发愿讲我将来哈、哦，要来赴莲花三会，赴莲花三会的其中的第一会莲花初会。所以有以上甲人讲，咱着了解弥勒菩萨是在世尊迄个时阵，伊咧宣说这部经，经过十二年后，伊来上升到十多天，到甲现出时，伊拢住伫倒数瑞伊，伫迄个所在，时间还未到，伊绝对无来人间。不过伊要来人间是现成佛的时阵呢。哦，这是天修四千当以后的代志啊，所以如果人啊讲弥勒佛来人间成佛啦，吼、哦，安尼啊，迄种，那讲迄种的报道就是拢错误啦。哦，啊，不过弥勒即弥勒，化身千百亿，时时时时人，时人皆不息。弥勒佛在上升到十瑞音，到甲现出时呢，伊完了藏经。把以基督的身份来实现，以和尚的身份来实现，做家人的身份来实现，哦，就实现做布袋师啦、布袋和尚啦。那么这两件代事，应该真侪人知。啊，不过弥勒即弥勒会当化身千百亿，伊若化身实现呢，伊绝对袂敢讲出伊的身份。所以若是讲，因为讲弥勒来啊，啊来伫什么所在，诞生伫什么所在？啊，安尼，迄当中，迄款的消息拢无可靠哈，啊，一点伫遮附带甲咱说明。啊，那么弥勒
上升倒数的天哈，这个倒数的天就是在指倒数内因哈，啊，外因福报世界，啊，内因是净土，所以伫遮咱爱分的清楚，因为真侪众生拢无了解啊。咱求生倒数净土，咱求生倒数的天，啊，去遐享受啊，啊，享受了就嘛是个对乐，啊，再个轮回。所以安尼即款的，就是甲净土啊，甲这个福报天的。啊，讲分了，分袂清楚，哈、哦，分袂清楚。啊，在十方世界内底呢，有真侪净土。但世尊有甲咱介绍是西方阿弥陀佛的这个极乐净土，嘛甲咱介绍这个东方的药师佛的净土。好、哦，啊嘛甲咱介绍一本经内底所讲的这个倒数净土，哦，或者甲咱介绍这一另一个净土。啊，要互众生来求生净土。啊，咱可能会想讲，啊，修行如果咱有法度人修到开悟证果安就好啊，咁一定爱来求生净土。为什么佛陀会要去甲众生讲净土的吼、哦？啊，就是引起有众生在咧怀疑啊，讲啊，佛陀佮甲咱讲一切缘起性空啊，一切法无真实，那安尼净土，咁真正有迄个净土？所以话呢，认定讲。净土无，哦，这是佛陀在甲咱安慰的，哦，佛陀在甲咱安慰，伊其实无净土，哦，但是咱来知影，佛陀虽然甲咱开真济法门，互咱修，伊叫咱修止观，哦，伊叫咱修行、修戒定慧，啊，来开悟、啊，见性成佛，来证悟成佛经。佛陀虽然答咱安尼讲，啊，但是咱来了解，甘遮尔简单，哦。袂讲，甲咱修行修快，人政府先发现啦，修快得到一个初个啊、二个啊、三个、四个啦，安尼咁遮尔简单。所以，如果若是讲，咱有迄个福报因缘来有着福啊，有着圣者，有着大善知识，哦，有这个因缘，那么伊就知咱的心的需要是啥货，咱的内心的烦恼是啥货，啊，咱适合修啥物法门，伊就有办法来帮助咱，啊，帮助咱修行。啊！伫边啊，甲咱指导，那么安尼有可能咱就会当证果啊。因为佛在世的时阵，是毋是真侪众生去遇到伊？啊，经过伊开始，哦啊，真侪众生拢是，那毋是发大菩提心，啊，就是证无生法印，啊，或者是初个、二个、三个、四个，哈、哦、啊，所以安尼、啊、看起来是真简单啊呢，哈、哦、啊，不过是这是佛用伊特殊的方便，甲众生帮助了。咱今仔日。拢无这个福报，也无这好姻缘，来悟得圣人，无悟来悟得这个大善知识。所以咱要用咱家己靠咱家己自己的力量，啊来摸，啊来摸出一个法门，啊来修行，咁遮尔简单，就真正会予咱得到呢。啊，所以咱人生若要修行修到会当有修有证呢，这事实讲是真困难，莫讲正果啦。就是来得到一个定，也是真困难呐、啊。啊，所以佛陀也是在2500年前就了解这个问题啊，了解咱有障碍，了解咱智慧无够，了解咱的福报无够，了解咱的因缘无够执着。所以伊在2500年前，伊就甲咱开一条路，吼、哦。那么甲咱开一条路呢，就是啥物要来帮助咱呢？来帮助咱的时阵，就是佛陀阿弥陀涅槃的时阵，就甲咱先甲安排好啊。伊就看出末法时间的众生呢，有必要行这条路吼、哦，所以伊为咱安排，佛叫咱来求生净土。所以这是圣人带咱开一条啊，做圆方便吼，圆、哦、就是迄个做基圆的圆，圆方便就是讲开一条吼、哦、较特殊的这个方便路。哦要予咱行，想办法叫众生来想办法来啊来求生净土，因为净土都圣人伫遐，啊咱若去净土，啊予圣人来帮忙，甲咱教育，吼、哦，安尼咱就要来得圣道，就有希望。吼、哦，啊若无呢，咱若无亲近着圣人，啊咱要叫咱家己妄妄的呢，吼、哦，有时去妄唔对嘞，啊迄得去冤枉安尼。所以咱佛陀的慈悲就是。甲外头众生吼，啊，只是一条路互咱行，就是叫咱行净土这条路。吼、啊，如果若无人开悟，
啊，无啊，拢开悟，咱着行净土这条路。所以我着开的路，这条禅，迄个禅，迄个做禅的路，这条是净土的路，安尼。哦，禅以净土，自自在众生随缘去接受。啊，如果咱若是讲今仔日，咱的智慧着真好，吼，啊，咱较认真呢，把这个法门摸清楚，咱来修呢，啊，真用全生命去修呢，原来有可能开悟，袂当讲无啦，哦，袂当讲无。不可能的对哈、哦、啊，所以安尼啊，无一定爱是修成净土。啊，假使讲咱咱开悟也无可能，啊，咱净土也无爱去，啊，你有迄个慈悲心，我无爱行净土，敢袂使噶？啊，所以如果若是你有这种的心愿呢，嘛是可以啊。啊，只要你卖去学袂去，哈、啊，你发愿，你在佛前发愿，发讲我生生世世要来度众生，要来帮助众生。啊，先做家己修行。你若有这个愿心呢，啊，我相信啊，你是确实是慈悲心要来度众生。啊，你也慈悲心啊，要来人间，搁继续修行，无爱去净土亲近圣人呢。啊，你佛前发愿，我相信啊，这佛菩萨、道定菩萨应该爱同意你安尼做。啊，如果那安尼发愿来人间行菩萨道，来继人间继续修行，来人间。帮助众生呢，那么这款叫做大乘菩萨的精神，这款的精神嘛是真了不起，啊，不过家己唔通吼，要卖去倒呀哈。那么下面佫甲咱讲这个上生啊哈，上生是弥勒菩萨生去到倒数的院，叫做上生，伊伫人间啊啊生去天上，将来那是伊来。生活的时间到，对天上未来人间呢，就叫做下生，哈、哦、下生。那么这个经题最后一句就是经呢，哈、哦，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都是天经。那么这个经的意思要安那解释呢？哈、哦，这个经翻译叫做修德罗，啊修德罗，亦咱中国话叫做客经，客合的客。那么这个经的五个意思哈，第一个意思叫做出生哈，出生，出生，咱讲从囡仔的诞生，迄两个出生啊哈，经会当出生真济的道理出来，免看阿含经内底就讲出，你看头啊就讲出啥呢？五蕴色受想行识，五蕴无我的道理，讲破空无相无我的道理有。讲五蕴诶，无我道理安尼，吼，就干那五蕴就讲真济啊，吼。所以这个经内底会通讲出真济道理，讲十二日啦、十八界啦，啊，讲空性的道理，吼，大乘法内底就拢针对空性的道理，佛陀就讲真济啊，啊，啊，经内底人讲着戒定慧啊，吼，讲着无量无边的法门，吼，啊，讲出修行人应该修的四大行。哦，四地法门，阿罗汉要修诶，必须要修，着阁无相像，着阁教人教十二缘起法。啊，菩萨要修诶，着阁行六波罗蜜，行十波罗蜜。哦，所以在这个佛经内底呢，佛陀所讲的经内底呢，会当看出在经内底会当生出真济真济哦的道理出来。哦，所以叫做出生经。第二个意思叫做勇转啊，勇、哦、呢就是勇敢的勇加三字。哈、啊，三点水，啊，泉是泉水的泉，就是讲这个佛，咱学佛法、学佛经呢，你会唔知感觉未？你愈学呢，愈感觉讲愈有味啦，啊，愈有趣味。一头啊读一部经，啊，比如讲你读《阿含经》第一届读啊，第一届读的时候，你头啊会读无啊，啊，第二届读的时候，哇，你的意思你就知影，啊，那么这个味你就担着啊。啊，你若去第三遍、第四遍读，你会感觉讲，大概的这个意思呢，你拢会感觉无相像啦。所以一步一步你读的，慢慢一步经哦，不是讲每一步经都读哦，干那一步经你读一遍、两遍、三遍呢，你会感觉迄个味无相像啊。所以伊做出来这个味呢，吼，你会感觉你愈读愈有味啊。啊，只要你用心读，就亲像啥物呢？亲像泉水，这个泉会出水啊，吼。对泉底呢，一直在这个水给涌起来，吼、哦，大家一直，咱讲一直，啊，水滴
迄、那个纸底一直冒迄个水出来呢，不停哦，哦不停，而即个冒水出来。所以收到人咧读经呢，只要你呐有耐心，安尼一部经安尼读一遍、两遍、三遍，你甲上到一百遍、一千遍呢，你会感觉安尼到尾啊，你感觉讲哇，那伊愈读愈有味啊，亲像咧迄个纸水一直冒出来呢，流袂停啊，迄、那个味哦，安尼一直出来安尼，互你诶回味无穷。这是第二个意思，用怎？第三个意思叫做“微法”啦，哈，微微妙的微，啊，法是开发的法。就是讲，这部经呢，有显示着这个真理伫咧，哈、哦。那么，咱透过对经的学习呢，哈、哦，起初是点点来了解，哈、哦，啊，渐渐学，啊，越理解愈多，啊，渐渐，这个佛法的真理就渐渐出来，安尼，会愈来愈显示出来，安尼。啊，不过咱爱了解一部经内底呢，唔是佛陀哦，但一部经内底吼，就讲随甲你讲迄、那个诶佛法的即个重要义啊，讲一部伊就甲你规个拢讲出来，唔是安尼。咱会当看出佛陀最初成佛的时阵吼，伊、哦、是选择啥物人啊？选择大菩萨啊，嗯，选择大菩萨用着21天的时间来甲伊开始着华严经啊，了后发现讲。讲的这个深的道理呢，只有这个大菩萨接受的落去。啊，伊也不是干那要度这个菩萨尔呐。哦，那么其他搁较侪达地伊度的众生，如果来用迄个法来讲给人听，有都发现讲安尼未相应，吼、哦，众生听未落。所以迄个时阵呢，哈、啊，有都本来是无啥意思要搁讲落去啊，也是梵天王来甲请，梵天王请有都继续讲经，安尼伫迄个所在，啊，有都哈。为了49年，啊，讲这侪经，起初就讲阿含经，啊，来度这比丘。阿含经废了12年，啊，了还佫讲红顶经，渐渐还讲这个迄、那个做大乘经出来，啊，了佫讲22年的这个破戒经，啊，渐渐最后佮将在法华经佮讲8年涅槃经，还佫讲一天，啊，安尼佛陀就渐渐恁看得出伫阿含经。并无甲即个佛陀伊要来世间度众生成佛，伊个目的拢总无表现出来。渐渐啊，安是安尼，先用即、這个，甲你个人恁断烦恼来了生死，安尼甲恁成就啦，安尼。啊了，还甲恁鼓励，唔对哦，爱哈爱发愿成佛咯，因为咱有佛性可以成佛。啊，渐渐鼓励去行大乘咯，啊，最后下来众生拢有佛性，拢可以成佛，吼、啊，到。啊，佛的智慧，吼、哦，就咱众生拢有如来智慧德相，这件代志拢讲出来，安尼呢，哦，所以佛陀诶，这个经内底呢，啊，虽然有种真理，吼、哦，显示出来，但是这是渐渐、慢慢安尼，慢慢啊显示出来，所以经叫做微法啦。哦，那么咱修行啊是小啥安尼哦，咱照着佛经安尼。啊，渐渐懵，那懵是那深，法门那懵那深，啊，咱德行啊，哪来哪有？渐渐呢，啊，咱智慧就渐渐开发出来，到到，互咱真实的智慧开发出来，嘛是先互咱正一个无生法忍，哦，无生法忍，这是亲近佛陀的这个智慧，哦，咱的智慧开发出来，智慧看佛陀的智慧相像啊，啊，是小部分的智慧出来，啊，甲看到世间的真实。所以叫做正无生，因为世间的法是不生，无生无灭啊。那么这个智慧生出来的时开悟啊，但是到尾啊，就搁往那个渐渐搁修起哩，先得到无生法忍，啊，到尾啊，还得到一个无上菩提哦。哦，啊，迄个嘛是渐渐照这个次第啊，次第安尼渐渐起哩的吼。啊，搁佛经搁一个意思，叫做成灭。生灭就是啥物呢？这个生就是色啊意思，啊灭就是乌的意思。但是在古代的这个做啊，古代因即卖做肉的人是毋是？吼、哦，伊就要甲啊，把这个物件要甲画一直顺的，伊就用一条色啊顶管来用一个乌目粉吼安尼，乌目膏啊，之后这个。把这个丝安尼，甲揉一个啊，拍离嘞，迄个房啊边，啊房啊，迄个房啊就一条乌笋啊，吼，安尼了，啊，伊照这个笋安尼去裁，安尼房啊，甲你伊个裁歪去，吼，这叫做生命，哦，安尼就是用这个生命来变这条，吼，伊所画笋会有歪，还是有正安尼？那么佛陀的经嘛是甲咱讲，
只要咱若对佛经安尼要甲去看，要去来了解呢，咱就知影，咱是非曲直，咱就分得清楚啦。哦，所以咱若要用佛经哦，当然其他外道的所留落来册，吼、哦，这是无标准。以佛经该对照佛道会甲咱讲啊，你做啥物因，会做啥物果去哩啊？你今仔做人天因，就对人天去；你今仔做地狱因，就是对地狱。地狱倒去啊！吼、哦，那么在佛经内底，拢把这个代志拢因果的代志拢分真分明，把众生宣说。吼、哦，所以佛经内底甲咱讲，啥物是邪，哦，十恶迄拢邪，贪嗔痴迄嘛拢歹的啊。哦，啥物都正的，啊，利益众生啊，哦，十善业迄拢好呀，就甲咱讲啊清楚。哦，佛经嘛，佮咱讲，啥物是凡夫？凡夫的标准是啥物？啊，啥物是圣人？圣人是标准是啥货，嘛阁甲人讲出来，哦，啊，阁甲讲众生的迄个破是啥货，啊，啥物做戒定慧，哦，拢写甲真济，哦，所以啊，在佛经内底，咱会当看出啥物是正，啥物是邪，哦，啊，那么佛陀伊所讲的法呢，做标准。如果咱若用佛陀所讲的法做标准呢，我相信咱众生大概拢会行正路。袂去行歪路，袂去行唔对去，因为有道在佛经内底拢讲，从这个因果的代志拢讲啊真分明啊，众生家己去选择啊，你若爱落地噶，无你就安尼做啊，你若要天堂，你就去是布施啊，啊修习这个去哩啊，啊你若要去较清净的较世界去哩啊，你修禅定去哩啊，去迄个所在安安静静，啊无半个人会甲你交叉。啊，无人会去害你啊！大家拢伫迄个所在，啊，拢伫迄个所在享受禅定乐啊！哦，所以佛陀在佛经内底就写真多，吼、哦，啊，众生了会当去分辨吼、哦，啊，看啥个是是，啥个是非，啥物是正，啥物是邪，安尼，所以叫做圣力。第五叫做结曼，哈、啊，结曼就是佛陀讲的法是真好啦，哦，迄、那个好啊，真水啊。哦那么亲像花同款，这个花嘛真水。啊，不过这个花呢，吼、哦，真水的花，如果你若是讲安尼规盘咧，吼、哦，啊规枝你若会当用一个绳啊来搭撑起来呢，安尼会变一个花箍啦，吼、哦，啊就会当挂伫胸前，吼、哦，会当共献花，遐做花瓣，啊嘛会当共挂伫迄个呐，挂伫咱个头壳顶啊，吼、哦，所以印度因为拢爱挂花箍啊，吼、哦，叫做花瓣呐、啊。哦，安尼，迄个花瓣安尼就袂落，里里落落，啊，就真水，会当做装饰品。那么佛陀所讲的花呢，真水的花呢，真有花啊。啊，那么这个花，这个，所以佛陀的讲的花叫做花嘛，吼、哦，哦，妙花嘛，妙花嘛，吼、哦。那么如果是当时若无遐的弟子，伊真发心，将佛陀所讲的花安尼用心，安尼就甲用甲。甲卷起来，咱讲卷起来，毋是用针线甲卷起来，就是讲因安尼甲笔录起来，啊，召集大众，大家讲讲的吼，或者当时有讲啥物经啊，安尼呢，啊，因有听到的人，大家拢提供安尼，啊，甲遐经来甲记录起来呢。今仔日咱也有佛经通去看，所以咱来感恩哦，感恩遐大德啊，感恩遐阿罗汉，啊，咱尊者来遐摄尊者，吼，爱感恩因啊。哦，所以安尼由佛陀所说的法啊，经过这圣像安尼甲结起来，吼、哦，来甲接起来，安尼就亲像花，吼、哦，真像水真水的花，安尼甲穿用针线，安尼甲贯穿起来，安尼会当做有路用，安尼真水的物件。所以佛经呢，吼、哦，就是圣像，因为慈悲心发心，甲结接起来，所以经有这个结曼的诶这个意思伫咧，吼、哦，所以这啊。这个经的名《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道是天经》，这个经名甲咱介绍到这哈。啊，不过佛陀要讲这个经的用意伫对，这咱爱来了解。佛陀要来讲这个经啊，有几个意思。第一，就是要为弥勒受记，因为伊是当世佛啦，啊，要涅槃啦，啊，准备搁几冬啊，就要涅槃啦，啊，伊无。无赶紧将这个法来办，伊搞袂使哈，所以为弥勒受记，啊，甲伊交代伊这个重担，就是讲伊要写这个责任给弥勒菩萨，哦，这是诸佛的想法啦哈，就是
爱甲伊应该度无完的众生来交代弥勒菩萨，阿先才甲菩萨吼交代清楚，讲你来发心啊，你爱好好哦，我度无了这众生，你爱想办法，一个唔茫甲漏掉吼，唔茫甲漏掉安尼，这是为弥勒菩萨受记。啊，然后众生较知影讲啊，原来弥勒佛就是即尊啊，佛陀若无跟随，大家嘛怎来用药的？哦，佛陀若了分了啊，从来唔在上面来度众生啊。啊，那佛陀敢开始讲。就是弥勒啊，哦，弥勒就是弥勒，是现教第五尊佛啦。要度众生的工作是伊的责任嘛。啊那安尼呢，佛陀会当个信众个众生宣传，啊个弥勒受记呢。安尼以后众生就知影讲，啊来以后我要找的人就是这尊啊，哦，咱要皈依的就是这尊啊，啊咱要好开始的就是这尊啊。安尼咱就会去找这尊菩萨。第二就是，佛陀要讲这部经。啊，那甲众生劝众生来皈依伊啦，皈依这尊弥勒，啊来求生这道是净土。因为佛陀嘛知影，讲阿弥陀佛的净土嘛是这个净土啊，啊不过伊有伊的条件，东方药师佛的净土嘛有伊的条件，啊因拢是他方世界啊，啊唔是咱这个世界。所以佛陀嘛知影，讲未来甲真正有一个份要来这世间成佛啦，啊咱就直接找这尊就好啊。哦，那世尊的意思就是安，直接找这尊就好啊。哦，等来时间到，啊来找。啊，假使讲这个时这段时间，咱若讲，哇，弥勒爱未来，啊，咱要安怎样啊？啊，咱也无爱归六道轮回。人世尊有，但咱安排个足好势呢。哦，伊也无叫你去啊来六道轮回啦，啊来去。当然，咱有修行人，大家是无去啦。啊，不过咱也还佫有归心还世的。归倒去啦，不过咱若有皈依了后，咱第个个皈脱生，咱也未三木道未倒去啊，阿修罗咱也未去啊。哦，那么咱人间做人，还阁得爱食真济苦啊。啊，尤其是这个时机，咱来看，人的道德愈来愈无，啊，生命愈来愈无保障。啊，一个在人间全然夭寿的啦，啊，话伫腹肚内底，妈妈腹肚内底，人就甲啊剁掉啊，啊，人就甲拍掉啊，啊，叫做堕胎。所以，在人间。生活诶，人间做人毋是遐尔好，时机愈来愈歹，世间愈来愈歹断。所以佛陀原来知影即个原理，伊就甲众生报，讲恁来找弥勒菩萨来参与做伙。时间到，伊来人间成佛，世间净土，啊恁来对伊落来。安尼迄个时阵呢，安尼，逐项代志都甲安排足圆满诶。所以佛的意思叫人求生到是净土，来亲近这尊弥勒菩萨，这是伊讲这部经的用意。所以大家介绍到这，咱应该知影吼，佛陀为什么要来讲这部经？最主要要甲弥勒菩萨受记，啊，要来甲伊的责任来写吼弥勒菩萨，吼，啊，甲众生吼讲，这尊就是弥勒，恁要皈依的所在，啊，现在甲咱教，甲咱去求生伊的。净土唔通在这段时间，搁来人间受苦，咱咪无必要来人间受苦，咱从地去地遐就好啊。去地遐个所在，向这尊弥勒菩萨学法，到家人间成净土，世间会大一啦，现来大无问题啊。去弄清净的国土，来咱较个对落来，对落来嘛是合法啦。伊得直接得甲咱开悟，证无生法忍，吼安尼作为菩萨，啊作为菩萨了，咱较将来较跟随现劫一千分。跟随因来度因，来帮忙遐个佛祖来度众生，安尼毋是真紧幸福吗？安尼咱阁会当从来现劫前夫来人间度众生的时阵，咱对伊度众生，咱嘛会当来度咱的远亲借主，吼、哦，咱嘛会当来度咱的来报答咱的亲人，让较早咱受众生的因，咱会当一一来回报因啊，吼、哦、啊，所以这是。佛陀甲咱想诶，即个真好，而且个两全其美诶，即个好办法。哦，所以要叫人皈依弥勒菩萨，求生到是净土，亲近弥勒如来，未来随弥勒下生人间，来度众生，来报答众生因，来度咱诶远亲债主，来报因也好，来行者也好，安尼，所以佛陀甲咱设计甲真好、真好诶一条路，要互咱行。好、哦，啊，希望。咱爱继续加这部经内底诶，这个内容来加，吼、哦、来加彻底来加了解，互咱对
将来要修行的这个法门啊，也是要行这条路啊，咱最后会当做一个比较啊，做一个慎重的一个选择，安尼这是关系的咱未来的前途啊。今仔日甲咱介绍到这，啊，咱来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以众生同生到天，清净大慈父，同护莲花会，同证无上道。愿生到此净土中，莲开即见诸尊容，我体现生第二，世随弥勒缘尽中。南无东来下生弥勒尊佛，南无大妙上菩萨，南无法华林菩萨。